欢迎收看《传说对决英雄放大镜》。劫掠雷魔马洛斯，嚎叫吧，卑微的蝼蚁们！地狱深处的马洛斯，透过饱受折磨的灵魂来汲取力量。为了征服世界，马洛斯来到传说战场，以得到更多力量。折磨产生痛苦，痛苦孕育力量。马洛斯虽然是近战型英雄，但具有较远的攻击距离，技能组拥有强大的输出与续航力，大招更是强制开团的霸道技能。地狱雷魔马洛斯将会给对手带来无止境的绝望。被动为劫掠，马洛斯拥有比其他近战更远的攻击距离，在附魔状态下，普攻会造成真实伤害，并且回复自身已损生命 2%。第一招为拔刀斩，马洛斯拔刀横斩造成物理伤害，命中英雄将会附魔自身武器，附魔的武器会造成真实伤害，每击中一个英雄回复自身已损生命 6%， 最多回复 24%。 第二招为噬魂爪，马洛斯夺取范围内敌人的魂灵，对其造成微量物理伤害和减速，每夺取一个魂灵都会为自身增加护盾，最高可同时夺取五个单位。大绝招为雷魔阵，马洛斯标记指定地点后从天而降，击飞自己落地范围内的敌人，并造成物理伤害，并减速试图逃离或者进入应急范围的敌人。马洛斯在使用拔刀斩击中敌方英雄后会进入附魔状态，普攻与再次释放拔刀斩都能回复血量并造成真实伤害，让马洛斯不论生存或输出都十分优秀。开战时可直接释放大绝招从天而降，在敌阵中使用第二招为自己增加护盾，并贴住缓速的敌人连续打出拔刀斩与普攻，轻松将敌军杀个措手不及，